9月5号，高雄市长陈其迈在脸书上面发表了这一张图文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就是这张照片，一碗热腾腾的锅烧意面，看起来海鲜配料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可口，非常的美味。但没想到这一张照片居然是被在网络上有一些恶意的粉专来造谣。那我们还是要严正的澄清，这张照片的出处来源是我们的高雄画刊。高雄画刊呢，其实是高雄市府的版权。那当然，发行人就是高雄市长陈其迈，所以我们并没有所谓恶意盗图的问题。自己的图片我们当然可以引用，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在社群的经营上面这是绝对没有问题。那当然呢，我们现在也要呼吁哦，这是在包括了网友以及甚至是有一些部分人士，因为误信的内容报道之后呢，是不断的来散播这样的假消息，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再散播了。那我们也不希望助长这样的歪风，那也希望这些粉专如果是在恶意造谣抹黑的话，我们也希望他们要求他们严正澄清。